他那里会，你压上去的时候会起一个，一个鼓起来的。你现在怎么办？嗯，那个镊子。站一下吧。然后把它按到左道。啊，左道。嗯，就抬那个会吧。嗯，它露出来一点。就够了。嗯，露出来那个一两个一个毫米这样。嗯。然后露出来之后就开始，这上面。嗯。先预压一下是吧？预压一下。啊，120度。也是120度，因为这温度已经设置在这里了。也是加那个3-4秒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就是要靠眼睛来看一下。嗯。它的两个冒个点是你要看一下，看到这条线吧。嗯，看到。这个有一个竖着的那个 T 一样的，嗯，这里。看到了。嗯，下面这里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在那个 T 里面去吗？嗯，在那个缝里面去吗？对，你跟着这条线对齐。嗯。它这里。这个是一个标记，嗯，标记好你对线的时候给它这两个对齐就可以了。嗯，因为它不每一款屏的那个对线它都有一个标记的。嗯，我们也是不行。啊，这么简单。那就很简单，就看得到的。嗯，我帮你拍一个图片给你看一下。怎么样？会都是配一个放大镜啊？哦，有吧？放大镜、眼镜，就是啥？你看见？有吧？好像。太模糊了，你可以用我鱼眼来拍。可以，我给你拍一个。